想认你，那就好，不然我今天回家又要哭一次。放心，我在你身边。好，接下来 ，tempo 好快哦。来，接下来呢，这首歌，它应该不算是一首歌，它是很多首歌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串起来，变成一个舞曲，然后帮它取了一个新的名字，叫做《恋爱循环式》。那为什么会把它取这个名字？是因为我们觉得爱情就像一个循环一样，我们要在爱里面不断的学习，然后学着爱人家，学着被人家爱，学着怎么开始，就要学着怎么结束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都在爱里面学习成长，然后一直到我们遇到了那个对的人，行，变成了一个缘。所以接下来就要带来这首歌曲《恋爱循环式》。